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志，欢迎观赏视频。今天我来到了南机场夜市这里来吃晚餐，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。梁启浩鱿鱼羹和炒米粉因为蒙甲电影而爆红，除了万华观光夜市的老店，在南机场夜市也有一个小分店，有两位阿姨负责，应该是有亲戚关系。我今天吃的是综合羹面，每一种口味都可以尝到。面条是台式油面，煮得比较软烂，搭配鲜滑的羹汤，有一种入口即化的爽快。综合跟一个炒米粉小的，
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